这是给宿舍党准备的吧？伊卡博士家的甜玉米粒，一包80克，才68.5大卡。喜欢吃甜玉米又不爱啃的，早上上课上班来不及，或者想赖床的，直接来上一包，吃起来就是甜甜的水果玉米味，绵住及时的搭配做沙拉可方便。我们可爱吃了。